我是AHA Salon主理人尹德凯。一个好的调酒师应该要具备一些像是大胆的元素，然后要有一点冒险的精神，要不停的创新。好的调酒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我认为好的素材、好的平衡、好的素材可以表现出每一个素材发挥的个性，而表现出每一个在口感上的点线面。对一个专业调酒师来说，苏打水或气泡水的选择是必须非常要求的。而味精生气泡水其实在业界已经行之有年，而我们自己也是多年来的爱好者，而且重度的使用。因为 Wilkinson 味精生气泡水是相当百搭的调酒素材，所以其实手边随处可得，像是烧酒或是可尔必斯，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酸甜的组合。那其实口味、风味都是非常讨喜的。我是梁廷玉，我是全家便利商店资深商品采购经理。工作内容就是会买东西，会卖东西。我们在采购商品的时候，其实是希望给消费者一个最好的。那我们的标准的话，会是在国内知名的品牌，或是国外第一，或是具有高度流行性强的商品。我是一个很熟悉气泡水风味的一个人，然后其实饮用气泡水的时间非常的长，那算是一个重度使用者。味精生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，就是它气泡非常的强，非常的足，那喝在嘴里面的那种弹跳感是非常重。冰镇的时候饮用味精生，其实会让我整个精神会变得更好。味精生气泡水的保存期限只有6个月，是代表它对于品质上面的坚持。因为气泡的强度其实会依照你保存期限的长短而有所递减，坚持在6个月让消费者饮用到的话，会让消费者体验到一个最好的气泡感受。之前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啊，其实有看到味精生在整个市场上面的表现，其实是卖得非常好。最近他还推出了1000cc 的大容量包装，那代表说它是一个卖得很好的产品，在规格上面做了一个延伸。味精生气泡水是日本百年的知名品牌，算是日本的国民气泡水，是值得信赖的一个品牌。Wilkinson， 你看人家拍完之后，他很难喝哎。应该是真的很喜欢哦，我要去买。我也要。走走走走走走。